对于昨天哈、中国的民航局的这个宣布哈、我们表达非常的遗憾哈、并没有透过两岸的协商，尤其民航是一个安全的很重要很关键的部分哦，必须透过协商。那因为2503它接近台北飞航情报区最近的地方是4.2海里哈、这意思是说它在如果它没有偏西，如果偏西的话就是变成有4.2海里哈、比较有一个缓冲空间。如果它直接在2503上面4.2海里，当天候状况不好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偏东，那这个偏东会跟我们的民航还有经济啊会有冲突。那第二个W122还有 W123 是在跟马祖的这个南北港的这个